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莎。今日咧，我要嚟讲下呢样嘢。就是我竟然发现有盗版的我，我见到呢个之前记得佢好似系好似蓝头发嘅，然之后佢加入日期2021年3月16号，然之后我都未见过佢，我都唔知系咪我创造，不过喺密码嗰度冇记过。零个好友，零个追踪，零个追踪者。然之后呢个系我啦，然之后呢个仲过分。3月1号仲早过佢，翠禾发型。然之后唔知点解呢个好似咁熟悉，但系不过应该系我见过佢，佢得12个好友，仲有190几。然之后佢呢个人偶，哇！真系睇到我只眼就残啦。点解要咁样装喎 ？OK， 所以咧我上去网页版，我上去网页版嗰度睇下。网页版嗰度睇下，咪真系我嚟嘅。我嚟到 login 呢个网站，我会全部 block 晒啲，我会全部无晒呢啲嘢，包括咧而家就系模糊咗噶啦。OK。试下测先，我试下我入过嘅所有密码，包括我会封佢嘅模糊，你哋而家都系睇唔到嘅咧。好啦，试下呢个，我试下呢个得唔得？哦，验证啊！唔啱。试下啦，阿仔，你谂住去？我谂住我要继续录咯。录啊，录啊！哎呀，个验证矛鬼烦啊，不正确。再试下依样先。啊，好难打啊 ！OK， 我试下依个密码得唔得？唔得，即系。即是如果试过晒所有密码的话咧，都系唔得，即是话依个系盗版嘅啦。Sorry， 唔记得加个七添。唔啱。唔啱，我试过晒啦，都系唔啱，所以依家系盗版，冇啊。然之后试下八咧，唔啱，唔啱，好烦啊！
唔啱。唔啱，即系冇我啦。即系你想冇我啦？好啦，我警告，我警告大家唔好冇我啊！如果冇我咧，我就投诉爆你噶啦！你敢冇我投诉爆你？好啦，呢个就系今日嘅片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，请点订阅同埋喜欢 ，OK， 所以唔好好似大家咁样乜嘢013 JDAMPLAYS 78啊九啊嗰啲，虽然未九，但系不过警告你哋唔好创个九嚟冒我啊！你哋可能冒唔过噶，我400个冲咗400个，然之后佢哋系冇 Uber 噶，仲有12个好友，你要见到下面嗰个资讯。資訊有 ED 先得，你要睇到我有中意嘅依個，然之後仲要睇到依度有粒唔知乜嘢，然之後你仲要見到依度收藏有依個，然之後依個，而且仲要咁多好友，寫住195先得，然之後仲要大幅做超，然之後介紹依度。介紹 video 都要好長，然之後依度仲要寫 JK by the way， 我係 YouTuber， 而且仲要寫住2020年2月24日先至係真嘅我。好啦，咁我澄清咗係真嘅。好啦，咁拜拜。